特别的脆，3块多一罐，这款高山脆萝卜干呢，老弟呢就卖3块多一罐。我知道我这个视频一旦发出，就会得罪很多同行。同行呢，你爱咋说咋说，我卖的心安理得。之前呢是2.8拍一罐的哥姐姐，老弟跟您说声对不起了。现在呢，厂家为了冲刺6月底的销量啊，直接给咱拿出200单做福利，直接是给咱卷到了8.9，并且呢不是一罐啊，是整整2大罐，还不够。另外老弟呢还能挂一张1块钱的券，咱哥姐姐点开下方链接领券去下单啊，直接是7.99给咱发2罐萝卜干。咱家这款萝卜干呢是蔡小宝家的啊，每罐呢都是230克的大分量啊，也不是那个小克数的，它是有香辣的有麻辣的两个规格可以供大家选择。哇塞，看一下啊，里面都是满满的小红油，特别有食欲。看一下这一罐的量啊，还是非常足的啊，230克的，特别的脆辣香，上面呢还是有小芝麻的啊，越嚼越香。像咱们平常配个粥了，配个馒头了，和个面条了啊，都是特别好吃。它这个口感呢刚刚好啊，不咸也不淡，刚刚好，就我这样空口吃也不会觉得咸。而且呢它精选的啊是高山脆萝卜，掐头去尾留中间啊，留着最精华的部位。关键呢今天这个价格也太合适了啊，厂家直接给咱卷到了8.99发2罐啊，另外老弟呢还能挂一张1块钱的券，咱哥姐姐点开下方链接领券去下单啊，直接是7.99给咱发2罐萝卜干，香辣麻辣可以选择。厂家控价之后呢，咱这个优惠券随时关闭，趁着这活动咱赶紧去搂单啊，3块多一罐啊，真的太划算了。